从里边揪。我感觉这个给人家揪啥的，我等天帮忙帮他录视频呢。是吧？就是他。就爆出来。你就一间厅，你在窗户坐。对。冰凉完了，烤箱。但是不是的，来。行，然后来，一间上不就行了？我看你从哪里躲？光让我听你。就露个脸，他什么也不露。他以为露什么了？他说：“哦，说我没有事干了，我。”他们不知道的，以为对不对哈？你可以拍给他看看吗？拍了个脖子给他看。不拍。他说：“爷做什么龌龊事了？”叫我帮忙给拿下手机。那个女的说：“你去安排，你去安酒，你只要我只要不要让我跟人家睡觉，你就去安。你去你想露什么露什么是吧？我给他笑死了。”这都是经过人家同意的才拍的，要不然谁个拍啊？了解了。嗯，就是他肩不好，肩周又不好，又肩周炎，脖子也不好，然后来揪揪排排毒的。你花钱上养生店里边几人抹的？你能录到这边吗？能啊。嗯呐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快要完事儿，还死到不？嗯。快要完事儿。你试没试着？嗯。
这河都没有是吧、嗯、这三道里边都没有，就在这嘎吱窝根，所以说、嗯、如燕子说你、啊、然后你多多少少都有人会得一点，你知道吧，有马上就回去，这两天也没通过，马上就回去给他弄完，帮忙走了，算了，下午开始算吧、嗯、你这古风里边我给你揪，你看看都不是跟这个颜色一样，都是、嗯、都是些字路，都我给你揪下试试啊、嗯嗯